人族古墓三月后将起，邀请江家神子斗缺网，望不吝一驾。人族古墓那是什么东西？有好吃的吗？恭喜宿主开启下一任务，前往人族古墓，在当时天骄面前人前显圣。任务完成后会发放丰厚奖励。话说渡过雷劫的奖励你还没有给我吧？不过论人前显圣这件事，本刀还是挺喜欢干的。薛儿才降生不久，人族古墓为何会送来请柬？夫君，人族古墓乃百年一度的盛会，聚集了当时实力排名在前100的天骄。虽说雀儿现在有神体傍身，可是他的实力确实还是武林之境，此时进入古墓，安全恐怕难以保障啊。海明，远远还是不要告诉雀儿古墓的实情，尽量劝阻他进入古墓。这是太上长老的传音入命。你雀儿现在的神体不足，古墓的传承于他而言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，但为此受到重创完全不值得。遵太上长老令。雀儿，人族古墓可不是什么。雀儿，你怎么这么急切就按下了手印？你可是人族古墓，唯有未达30岁，且修为在武王之境之下的修士才能进去。你所要面对的，几乎都是这个时代最为顶尖的妖孽。太上爷爷，雀儿知道。那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敌对势力会合谋针对我，狙击我。但是咱们江家的强者却无法出手诱惑我。我，那你为何还要按下手印，要进入人族古墓？接下来要带你去的地方可是我们江家最为核心的地方，你可看好了。芥子那须弥，雪儿看好了，这里就是我们江家的天灵秘境。